总消息挺灵通呀。石总，你也不差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无可奉告。霍院长。哎呀，看来穆总这是要无功而返哦。彼此彼此。我无所谓啊，我们时代刚有几个新药上市，势头正好，跟蓝博士的合作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不像你们，在这个项目上投了不少钱吧？我也无所谓，投项目不过是手上钱太多了，做点项目玩一玩。倒不像你，嘴上说着无所谓，私底下又是开发布会，又是跑过来跟我抢人。穆总啊，我们两家可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启动这个项目，怎么说我抢你人呢？把不要脸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倒是跟你那个丑八怪弟弟有一拼。庄柔和新来的组长吵起来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，走后门。那庄柔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通过考试还是通过别人推荐？温组长，我个人认为，你空降过来，大家有质疑很正常。既然是霍院长安排的，能力我肯定是相信的。接下来就由温组长带领大家完成现在遇到的难题，证明一下。大家鼓掌。你们这个实验一直卡在这个阶段，说的好像你看得懂一样。这个化学公式里少了一样最重要的融合剂，所以实验才会一直没有成功。柠檬酸三胺加一毫升。原来是要加入柠檬酸三胺，原来是卡在这儿啊。她是你老婆吗？怎么懂这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她老公吗？这个老狐狸谁好看？当然是老八路。哎，走走走。